它承载了很沉重的一个重量在大家的心里面。什么时候你才能回到我身旁？我们歌中剧的歌曲《酒干倘卖无》想表达的是一种对亲人离去的那种思念，或者是想念家里的那种思念。这首歌很好听，而且我也在里面有哭，我在练的时候我哭最惨，想到我的爷爷，想到我的外公，然后想到我走的好朋友，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哭，眼睛很湿。因为我觉得，哦，你看我讲到我都觉得很心酸，因为我要唱，我会去帮你填。现在讲到大家哭，没有，因为跟最近其实大家发生的一些事情很有关系。然后这首歌对于很多人而言，它承载了很沉重的一个重量在大家的心里面。我真的有时候也我很少崩溃在大家面前，可是有时候也会就是没办法，那个眼泪止不住。你有没有其他的语言可以去形容很深的感动？福马林战队永垂不朽。假如你不曾养育我，给我温暖的生活，假如你不曾保护我，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？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，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。什么时候你才能回到我身旁，让我再和你一起唱？没有在镜头前面这样过，我刚刚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。罗安一开口的时候，然后音乐下，后面你们小时候的照片，真的是给我来这一招，就会让我觉得，所以我们要听音乐，所以我们要唱歌。因为我们把太多东西寄托在里面，我们也太需要。话都讲不清楚，哇，你太感动了。我们也太需要音乐来帮我们抒发很多很多的情绪，想念也好。我觉得每个人对于家庭的感情都是复杂的，但是都是满出来的。然后我觉得柏林果然是有戏剧经验，你们的所有的安排我都觉得非常的恰到好处，一人一句，然后最后来个大走位，一人献上一朵花。其实酒干，我觉得就是打破的那个酒杆子放在前面，有意味着来不及的告白。蜡烛象征是一种温暖，白色玫瑰基本上就是纪念已逝的亲朋好友，红色玫瑰花就代表还可以碰得到、还可以拥抱的这些亲朋好友，有这样象征的意义。每个人都讲到自己故事的感觉，我们听的人每个人也都进去了。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带来这段表演。听说之前彩排的时候，秋君是不是也很激动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有控制的还不错。我觉得他今天有在 hold 住，有在 hold。我一直在忍耐，在忍耐哦。真的，秋君，你会很容易情绪起伏吗？因为平常看他都好像很开心、很开朗，因为都在憋。越是这样的人，越压抑他自己的那些。所以其实内心里面有一个小角落，很难释放，就对了。对，就是因为。家人是死穴、哦、家人是他的血、哦、吓我一跳，他说什么最在乎的、嗯、对，就是讲到这个就是亲情这一点。但是你今天 hold 得很好哦。还好然后最后要说荣安很棒哦，你也完成这个表演，我们也都觉得很骄傲有你这个选手。加油，好，原来这个加油，好，加油。你不曾保护我，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？是你抚养我长大，
陪我说第一句话，是你给我一个家，让我与你共同拥有。